结束校友陈世元，民国73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计算机工程学系，现任奥图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。陈孝友为中强光电创始成员，民国86年远赴欧洲成立子公司奠定基础后，民国91年成立奥图玛品牌公司。陈孝友担任中光电总经理多年，近年他奉派专责奥图玛事业发展，筹设英国总部，以中光电强大的硬体技术为基础，开发软体创新，拓展全球布局，在地经营之品牌策略。深耕投影机产品，陈孝友成功建立市场区隔，并灵活行销，抢得蓝海商机，促使奥图玛成为现今全球投影机领导先驱，特别在 DLP 数位投影技术为世界排名第一，服务遍及150国，更以实践绿色环保荣获多项国际产品设计大奖肯定。他也不吝回馈国内教育发展，如民国112年与本校共同成立 AIG 虚实互动研发中心，创新教学与未来教师应用等方案，培育人才，推动产业永续，善尽社会责任，卓有贡献。